十二生肖本周运势，属鼠的人天冷空气干，加强皮肤保湿；属牛的人工作量突然增加，压力也跟着变大；属虎的人与另一半规划旅游行程，有助于感情升温；属兔的人预防慢性病，需多补充蔬菜水果；属龙的人被职场上的竞争对手激发出真正的实力；属蛇的人财务因意外支出导致破财；属马的人感情中疑似有小三介入，和情人引发争吵；属羊的人想维持身材，少吃多动才是不二法则；属猴的人工作遇到瓶颈，对人生感到迷惘；属鸡的人有额外收入入账，可多规划利用；属狗的人挥别过往恋情，参加聚会能找到好对象；属猪的人避免吃太多导致胃部不适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